诸位同学，请看如来现象品第四大段，现象表法，现瑞，现瑞表法。前面现象，这是召集有缘，十方有缘的菩萨了，都到道场来集会了。我们在前面呢，看到世尊在这个地方又现瑞相。瑞相呢有三种，第一个是放光，放眉间光放光表示法主。第二个呢是献花表意。第三个是献众表教。古德常说，人能弘法了，非法弘人了，法一定要人弘扬，所以先要把主说出来。如来有再好的法，要是没有人学，这个法是空的呀。法了，怎么落实呢？一定有人依教奉行。世尊在经上讲的，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个受持的人是主啊。义是义理，义理是教的根本，所以这个义在教的前面，最后呢再说这个教学方法。那么这一段我们就要特别留意了。现在这个道场来的人越来越多了。如果我要住在此地，来的人会络绎不绝。人家问你们，你们这个道场学的是什么？你们这个学院，你学习的是什么？那答不出来怎么行呢？我们的科目很多，但是现在我跟同学们建议，两年之内呢，我们要打根基，科目再多啊，基础是相同的，好像盖房这样做地基啊。基础的课程也有好几种，我们通通都要学，决定不能够疏忽。但是跟修学一般课程呢一样，有宾有主我们基础课程里面，你是以哪一门为主？
你就专攻这一门。你们自己要决定的，啊，我们基础的课程有四部经，啊，这是我们在从前在华藏图书馆的定的，啊，经典方面呢，我们有无量寿经，有弥陀经要解，有普贤行愿品，有阿难问世佛戒雄经，啊，这个四部是经呐，啊，除这个之外呢，儒家的东西有四书，有了凡四训，啊，道家的东西呢，有感应篇汇编，这个七门是我们的基础课程，通通都要学，要专精一门。啊，这个几门里面，你们专精哪一门呢？辅导我们的课程的，啊，那就是什么呢？基础的基础，也可以专攻。啊，这个是从敬业三福里面带来的呀。敬业三福第一条落实在十善业道经，所以你也可以专攻十善业道经。第二福啊，落实在沙弥律仪，也可以专攻沙弥律仪。啊，你要专攻呢，你就一定要落实，你要去做。第三福啊，落实在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们七门加上这个三门呢，十门功课啊。这个十门功课是我们的基础，啊，我们这个经宗的基础，啊，所以我不要求你们门门都要精，门门都要学，专精一门，这样就好啊！人家问你在学什么，你能答得上来呀？这问题是学什么？是不知道学什么？这成什么话呢？你们修的是什么？我们修的是个共同的法门。念佛啊，这个十门课程用什么方法修呢？用念佛的方法修。啊，所有一切法门呢，到最后通通归到念佛啊！啊，你看看华严。华严总共菩萨提出了310个问题，啊，世尊为他们详细解答，就是这一部《华严经》啊。修行法门问得多，在《立世间品》，《立世间品》是行啊，清凉大师把全经分作四分，性、解、行、证，啊，论到修行。问题多啊，200问题啊。世尊每一个问题啊，开10条来答复，2000个答案呐，啊，就是开了2000个行门。
全都是纲领。啊，这2000个行门是84000法门的纲领啊。最后呢，皆归在十大愿望道归记录。这个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啊。所以你们同学呢，都想想。啊，我让你们想一个星期。下一个星期，你们每一个人呢，写个条子给我。啊，你专学哪一门？啊，你就得真干。啊，这个什么门，我都讲过。早年讲的有录音带，啊，最近这几年呢都有光碟，你们可以做参考啊。啊，如果有几个人志同道合，我们有3-5个人啊，2-3个人，我们学一样的，这个很好。这样你们就成为一个小组了，互相在一起切磋琢磨，对于你们的进步啊，会有很大的帮助啊。所以求学，老师很重要，同学更重要啊，没有同学，那你很孤单啊。你有问题没有人讨论呢，没有人商量啊。啊，所以同参伴侣啊，菩提道上啊，是成败关键的因素。真正志同道合。我过去在台中亲近李老师10年了。我10年有老师有同学。我们同学不多，7个人连我在内。我们7个人在一起，同学10年了，这个交情很深厚啊。那个时代我们同学都是在家居士，不能天天聚集在一块啊。我们每一个星期有一天机会，星期四，每逢星期四在台中联社的小讲堂，我们7个人在一起复讲，复讲完了之后研究讨论，3个小时，每一个星期3个小时一次，你才知道这个学东西是多么艰难。你们现在的缘分呢，都殊胜。啊，我们那个时候做梦都不敢想啊。啊，你们同学一天到晚在一起。啊，就算一天吧，有3个小时讨论吧。你们的一年就等于我的7年。你们要认真干，2年就超出我在台中10年。这都是事实啊。我跟李老师学经教的时候，学了1年3个月，我就要求一定要出家。
李老师问我为什么，我就这一点给他说明。我说老师在台中已经教了十年了，啊，他的这些学生的时候听经听了十年了，我才到这个地方来一年呢，我怎么能追得上啊？啊，因为没有出家有工作，每一天要工作八小时啊，怎么样用功？顶多也只能用四个小时。难啊，我出家把工作辞掉，我一天至少那不能再少了，我可以用功八个小时。我跟老师讲，你在台中教的十年，我两年一定赶上。老师听了我这个理由啊，才点头啊，同意我出家。没有迎头赶上，那你怎么办呢？我不但迎头赶上，现在你们都看到了，超过了，超过很多啊。你们这些同学要有我这个心有我这个志，有我这种毅力，你们要超过我才行啊！你们将来在此地学这几十年还不如我，那你要惭愧。你就错了啊！现在有这么好的修学环境，真的一样都不要操心啊！大的环境澳洲政府的官员，今天我们去见的还有议员，对我们非常好啊，这是我们的善护啊，最好的护法了啊，本地的人民接纳我们啊，欢喜我们在这个地方修学。我们如果不用功，对不起这些护法，不要说对不起佛菩萨了，对不起施主，拿了这么多钱给我们建道场，这个钱来自十方啊，你们有福报在这边享受啊。拿什么回报呢？这个经上我们念的太多了，在家佛弟子才供养啊，出家佛弟子回报的是法供养啊。什么叫法供养？自己修行正果，这是法。他们的目的就是供养我们，让我们专心修学，希望我们开悟，希望我们正果，希望我们往生作佛，他就有福了。这些话在讲席里头不晓得讲过多少遍，你们如果不肯相信，不肯修学，现在享福没错，将来有果报啊，
古大德常讲，是煮一粒米，大如须弥山。今生不了道，披毛戴脚还。你将来要还债啊，还债的时候你就苦了啊。说实在的话，这是经上佛都教给我们，佛没有妄语啊，不死死了以后来生去还债啊，没这么便宜啊。彼多三途，三途罪受完了之后，还债的时候才到啊。所以我常说，出家人这碗饭不好吃啊，做个乞丐去讨饭，人家布施你的那个没有问题。为什么呢？那个布施给你的，对你绝对没有想到你将来要回报我，没有。出家人不一样啊，在家人把你看作福田啊，你是福田僧啊，我要到你这里来布施供养，来种福的啊。所以想想自己是不是个福田呢？如何是福田呢？持戒，受法，这个法是佛陀的教法，遵守佛陀的教法，依教奉行，你就是佛田。课程你不能说我没有给你安排啊。但是我没有督促你啊。为什么没有督促呢？现在这个时代啊，民主自由开放，世间儿女都不听父母的，出世间徒弟不听老师的啊。所以我们只有劝勉，没有督促啊。这个道场建立了，将来谁来督促呢？护法神来督促啊。我天天拜护法神啊，请护法神来督促啊。护法神最公平了啊。馆长虽然往生了，有许多同学告诉我，馆长在我们这个道场，我相信。为什么呢？他对大家非常关心。人虽然走了，精神常在啊。他的灵性不灭，常常在照顾我们啊。我遇到为难的事情，我还求他了，求他帮助我解决了啊。上一次悟彻法师在此地不听话，你们打电话给我，传真给我啊，我有什么法师呢？
我只有在馆长遗像面前烧香作礼。我说这些人出家是你答应的，你戒严的，现在出了事情我没法子解决，那你这要出面解决，真的管用。到第二天呢，早晨物策给我打个电话，他说他要回台湾去了，真的灵啊。所以见学独处，我看还是要馆长来才行啊。所以我们不能离开他了，我们把他的照片放得那么大了，供养在讲堂里头每一个房间里都有他的照片的。他护持我们，我们求他来督促我们。道场建立之后，一切设备都上轨道了，你们不用功啊，他可能就把你赶走了。我不会赶你的，护法神会赶走你们，叫签单呢，佛教的名词叫签单呢。馆长会签你的单，护法神会签你的单。我这个一生呢，就在这个录像室里头讲经了，其他事情不闻不问了。你们做得好，我会在这里多注一些事情。我把我的影响力供养你们，你们做得不如法，我就离开了。现在古晋那个道场又成功，又快要建好了，我有四个地方可以选择。哪个地方如法，我就在哪里住；做得不如法，我就不在哪里住。所以我不选择人，也不选择处所，我选择你们是不是真的用功，是不是真的依教奉行，不是我的教，释迦牟尼佛的教，我们共同都是遵守释迦牟尼佛的教诲，我们把这个十门基本的课程学好了，然后可以选择一部大经大论。如果你不选择，你就一生专攻你这一门也了不起。古来祖师大德有一生呢专攻阿弥陀经的，一生当中将阿弥陀经讲两三百遍的。正确，这是给后学做典型呢，做模范了。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啊，你才能得念佛三昧。你才真正有把握往生净土，清净弥陀。到西方极乐世界，无论学什么样经教，容易了。老师是阿弥陀佛，是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同学都是等觉菩萨。那才是真正修学的环境。最好的佛学院呢，我们要争取
所以希望大家多想一想，啊，没有事情多揣摩揣摩，学哪一门，给你自己的根性相应，给你的程度相应，给你的生活习惯相应，你学起来很轻松很愉快，啊，你会在学习当中不断地提升法喜，才真正尝到古人讲的度数乐。才会激发你好学的心，为什么呢？世间所有一切，这个乐没有读书乐，尤其是读佛书。啊，佛书那个味道，你尝到之后啊，所以这个四库全书会要我都不要了。为什么呢？那个味道没有佛经浓啊！啊，你必须要尝到味道。啊，像吃东西呀，哎，嚼出味道出来了。啊，你们现在吃东西没有嚼，啊，叫囫囵吞枣，啊，一进口就吞下去了，什么味道不知道。啊，所以乐趣你没得到。得到乐趣，人就精进了，就发奋了。啊，正所谓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他自己觉得快乐的事情，他拼命去做；他觉得痛苦的事情，他不想做了。啊，我看你们今天学佛呢，不是快乐，是很痛苦啊！啊，没有得到法乐，没有得到法喜。问题出在这个地方，啊，所以你要是啊，我依照我提供你的修学参考，啊，我是把我自己修学这个过程，啊，我的修学的心态，啊，我修学的方法。提供给你做参考啊！啊，那么你也可以仔细去观察，仔细去思维，这个参考对你有没有用，有没有价值？啊，或者呢？还有别的人，他们那个修学的经验方法，你感到很满意，啊，你很欢喜，这是好事啊！啊，你就应当啊，跟那个人学。那个人自己本身有没有成就不要紧，学生的成就往往超过老师。古人常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就是这个道理。啊，自古以来什么人是我的善知识呢？我心目当中最佩服的人，最仰慕的人，这样的人说话我会听，我没有怀疑，教我一定会做到，这是师资之道啊！如果你跟这个老师，对这个老师有怀疑，
啊，老师说的话不能完全相信。啊，老师所教导的半信半疑，阳奉阴违，你决定不能成就。啊，所以做学生的人找一个好老师不容易。古人常讲啊，可遇不可求啊。好老师要找一个好学生啊，什么叫好学生？百分之百的顺从。老师怎么教，学生就怎么做。这样的学生呢，古人讲啊，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啊。比学生找一个好老师更难了。啊，我早年常常听李老师讲，啊，我跟李老师的时间最久，啊，跟他十年。啊，跟方东梅先生学的时候大概只有半年。跟张家大师三年，啊，跟李老师的时间久，亲近的机会啊最多，啊，几乎什么每一天都在见面。啊，以前我跟方先生、跟张家大师一个星期见一次面，不是天天见面的。跟李老师是天天见面的，啊，他老人家的生活行持对我影响很大，给我的启发很多，啊，所以诸位同学，你们要亲近善知识，你要懂得我心目当中最尊敬的、最仰慕的，那就是你的善知识。啊，我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成就，啊，都能够早一天成就。啊，你们当中羡慕的真善知识，你可以去寻求，啊，你可以去亲近，啊，你离开我这边，我会开会欢送你啊！啊，这是应该的呀，我绝对不会嫉妒啊！哦，你离开我都到别的道场学了，我不会嫉妒，为什么呢？我知道你在我这里不能成就。你到那边有成就，啊，我们是希望你有成就，绝不希望你，啊，我这个道场人多兴旺，没这个道理，啊，真正是个好人、有良心的人，帮助人成就，不可以障碍人成就。障碍人成就，那造罪业，断人法身慧命呢，罪很重啊！啊，所以我不会障碍，我会很欢喜。啊，你来告诉我，你心目当中最佩服的是哪个法师？最仰慕的是哪一种道场？啊，你给我讲，我会开会欢送你。啊，祝福你！啊，你在修学过程当中，你要有困难，我帮得上忙的，我会全心全力帮助你。啊，我说到会做到。啊，所以
我看到这一段经文，我的感触很深呐。佛法如果没有真正修行人，没有极其的真善知识，佛法必然衰没。所以我们供养诸佛如来，供养一切众生，用什么供养呢？用自己真正修行的功夫，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是功德了。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啊，这是功德啊，别的没有功德啊。所以他这个层次先讲人啊，然后再讲义啊，义理，最后再讲教。现在我们看经文。二是世尊于令一切菩萨大众得于如来无边境界神通力故。到这个地方是一段这个一大段文里面分六个小段，清凉大师把这六个小段的意思标出来了。这第一段呢是义，第二段呢是体，第三段是名，第四段是相，第五段呢是展开，第六段呢是结论收归。这个是第一段啊，说明世尊啊教化众生的意义之所在啊，他的本意。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示现呢？在我们这个世界，建立佛陀教育，我今天对世长大众们是介绍啊。佛陀教育就是现在大家所讲的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我今天肯定地说啊，释迦牟尼佛是我们这个世界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创始人这个教育的宗旨，关怀社会呀！不分故土，不分种族，不分宗教，平等对待，和睦相处。教导大众互相尊敬，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助合作，目的
是世界和平啊，社会安定啊，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幸福美满的人生。你们看看《华严经》上所讲的是不是这个？这是诸佛如来示现在九法界，意思在此地，他没有别的意思。这一句讲得这么清楚啊！于令一切菩萨大众啊，这把九法界都包括了啊。菩萨是九法界里面最高的，大众就是包括其余八个法界啊。但与如来无边境界神通力故。得于令一切菩萨大众得大家都能够得到在如来无边境界神通力故如来无边境界神通力前面我们看到很多了如果就净土呢前面那个二十句跟十首偈这个是最近讲的下面这一句是先提了放眉间光清凉大师说这是光之体啊前面这一句是放光的意思啊佛的光从眉间放出来眉间表法了表利益二边我们说个眉毛一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它在当中放出来表两边不着这个是教体不着两边两边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相对的九法界众生都是住在相对的空间西方科学家讲的相对论呢相对从哪里生出来的呢？从妄想分别执着里头生出来的。本来没有啊，这也是个抽象概念呐，不是事实啊。所以，欧阳靖吾大师为什么说佛教不是宗教，不是哲学？宗教跟哲学都没有离开两边哲学里面讲能跟所能所对立了能是一边所是一边宗教里面也是建立在能所相对之间的上帝是造物主能造啊
世界一切万物是他所造啊。佛教在教相上讲是相对的啊，如果离开相对就不能说话了。我们的思，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言论，离开相对，那你一句话说不出啊！啊，你看你说，说的对面是无说，啊，要离开相对呢，有说无说都离开，你还说什么？你没得说了。相上啊，佛教相上是相对的，义上不是相对的。理义理上是圆融的。啊，所以佛教讲能所，能所是一不是二。啊，能即是所，所即是能。确实又能有所，能所不二啊。这个在哲学里头没有这个讲法，宗教里头也没有这个讲法啊，佛教有啊，尤其是这个华严经讲的多，讲的透彻啊。于体要立有无二变呢，啊，于意呢不着常无常等诸法相。佛所说的一切法都不能执着啊，所以马明菩萨在起心论里面教导我们学佛的方法，用我们现在话来说呢，学佛的心态那是什么呢？他说立言说相，听我们听经，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说法吗？啊，怎么去听呢？立言说相听，就是，不要执着释迦牟尼佛的言辞。立名字相，啊，讲经会讲出很多术语，啊，我们讲的三宝，啊，三学，啊，六度。十愿，这都是法相名词啊。法相名词是为了教学方便起见说出来的啊，建立的，不能执着啊，原本没有啊，说佛说菩萨离体上哪里有佛，哪里有菩萨，哪里有众生，没有啊。这些名词术语啊都是假名建立啊，不能执着啊。第三个立心圆相啊，是你心去圆虑，就是你啊思想，你只管听不要想，一想就错了。一想什么呢？落到你自己意识里头去了。这种听经听的方法会开悟啊。啊，为什么呢？他不落心一时。啊，我们听经为什么不能开悟呢？着了相，着了言说相，着了名字相，着了心缘相。所以听几十年，别说几十年了，听几百年几千年你也开悟不了啊，越听越迷惑，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你听经啊，
不是增长邪见，就是增长无明。总而言之，一句话了，这叫不善用心。你自己不会用心啊。起心论里头讲得好啊。我当年在台中求学，李老师就教给我这个方法。但是他没有说的这么详细，没有说的这么透彻。他只要求我这样做，专心听，不要做笔记。听懂了，你就懂了；听不懂也没关系。他教我这个方法，以后我读起心论，讲起心论，我才懂得了。这个是老师真正的教诲呀，真实教诲呀。老师教学生因人而异，教我的方法跟教其他同学的方法不一样。所以我在同学当中，我也跟诸位说过了，我有一点长处，我有悟性，我有记性，我听一遍呢能记得，听了之后啊能领悟。这一句的意思很深很长，我们得留到下一点钟再说。